好奇左边真的真的蛮长的，那个青燕，然后就在哪？青燕是很夸张的，打野就很难讲。对，他打野很鬼扯，就是打他骑罗，我记得是真的很夸张那种。哎呦，啊怎么？你被我讲一个制裁没了？哎呦，这什么顶？哇，太快了吧！哈，超快的、欸，不给林地反应空间呢、欸。哇，这个彩很秀了，可是又害人。奶绿最强的就是什么？他的那个进场判断很好。来，本来还在五开，还在看一看，哇嘞，怎么有人飞进去？飞，游戏结束了。那算是一海上，算吧。他在世界赛的时候，他对线那个马 K 跟 NT 恩利都完全是没有在逊色，而且甚至是压于他们，压过于他们的。他是真的是有四一凯撒路的水准，他就是啊。可是没办法、啊，没有拿到这个冠军，就不会一般人就不会去承认，觉得他是四一凯撒路。但是看得懂的人都知道，喂，这个人真的就是世界第一凯撒路，太强了。我是觉得啊，这边有两个打拿。HK 应该会拿冠军的、啊，三个打杂不知道怎么输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没看到哎、欸，这么强，哎、欸、打杂也是很变态、欸，直接 party 起来了、欸，哇，詹皇这把真的这季真的表现特别亮眼，完蛋死了，哎、欸、很衰、欸、没有暴击杀。太衰了吧！77%的暴击率，敲了三棒，只爆了一棒还是两棒？哇，太衰了！哇，哎，这耶娜是可以这样子进去的。哎，不是、欸，他在人家家里面呢、欸。我讲，还有啥？死神镰刀，你从哪抄的？我裤兜里还有死神镰刀呢！哈？他把他的装王者剑卖了，我把我的王者剑单挑掏出死神镰刀。啊！哇，结束了，没办法呢。哎，而且不是最瞎的是什么？他原本是哎，我要走了。欸、你们不给我找是怎样？我变卖家产！哇，太强了吧，蔡振哲！这个台哇，虐杀结束了！哇 ！Oh my god！Oh baby triple！ 黑色闪电来了！好、啊，真的没办法，感觉是超。操作打输哎、欸，操作被 gap 了，辛苦了打拿，赚钱。